出战犯把我抓走了。那天我正好练到第三天，功力只有九岁的根本没法反抗，所以我只能装哑巴。前几天我一直找不到鲜血喝，要不是你，我再耽搁一两天，真气炸裂出来，我就死了。我说你救了我，哪儿错了？那你恢复到96岁功力，还需要85天，那就得杀85只梅花鹿或者羚羊。小和尚这会儿聪明了，你武功虽然低，但是乌鸦子把他70多年的功力传入到你的体内。你现在好比是个大财主，祖宗把万贯家财都传给了你，但是你不会花。姥姥我就教你怎么花。你练一个月就能有点小成，勉强可以和我那个死对头较量。